大家好，我是白梅，今天是在珠海待的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啊就准备坐车返回老家了。今天陪媳妇儿出来逛逛街，吃个饭。刚才在宾馆里，我爸给我打电话啊，小那个好像严重了，然后我爸早上把他带到那个宠物医院，就是兽医店啊，去打针。医生说是细小什么什么的啊，我爸拍了几个小小视频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又是我，幸运，他跟那个啥，跟那个人的新冠一样，你看着不像我一样，但是快，这个患上这个叫啥？患上一个直肠胃，患上两个肝，患上一个大便。小藏獒，小藏獒。然后小奥看这样子啊，就状态比较萎靡，现在针也打了，医生说的是打两针，然后又拿了一些药，希望他能好起来吧。现在在外边呢，干着急也没有用啊，一切等我回去了，希望我回去的时候能好一点。我现在要跟媳妇去逛街了。两份小泡菜，先吃点饭，吃点饭去看电影。我和媳妇儿出来吃饭，不是酸菜鱼就是。你刚才点的什么鱼？香辣烤鱼。上次呢？上次也是啊。香辣烤鱼，然后还有干锅香。不是香辣鱼就是酸菜鱼。媳妇儿比较好吃鱼，我在这边其他说真的，我在珠海这边这个。很多饭店的，他们这边的港式餐厅啊，还有说街面上卖的那些饭，还是有点吃不习惯。看看环境，先上来的这是干锅虾，还有鸡翅，开吃，还有一条鱼。今天睡前都2点钟了。因为天天在家睡觉，黑白也颠倒了，早上8点钟才睡的觉，一天天就在睡觉中度过，所以到现在都没吃饭，饿。好了，鱼也上来了，两个人，哎呦，感觉这量有点大。吃完饭，我们又来了这个，这叫日月贝啊，珠海的那个歌剧院，溜达溜达，我们一起来看海，看看多少人，看看。全都是拍照的、录视频的，哈，都举着手机。那边还有游轮。
龙马精神怎么样啊？成龙和吴京拍的电影没看上，记得逛超市8090看看多么具有年代感，黑白电视啊，看了这玩意儿就有的回忆了啊。零食玩具小饮料，哎呀媳妇又去买奶茶了。电影儿没有想看的，再溜达一会儿，溜达一会儿回去，明天就打道回府了，回老家了。回到老家就全力以赴做骑行的准备了。嗯，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